就觉得太恶心了。进去好像那地上都有垃圾，地上垃圾也很多的，而且那桌面全都是油。人很少的时候，然后他们经理就说啊，不好意思，怎么怎么样？他说就给我换一个桌子。我为了证明我在那儿就餐了，所以说我打包了一份蛋炒饭带走了。然后我就走到另外一张桌子一看，另外这一张桌子不是上面还有一个草莓头吗？那个圣女果的头嘛，还在桌子上。他就说明这个问题就不，它卫生条件就不是因为这一张桌子没有擦干净，是它整个店面它都有问题。在桌子内架的内壁，就是也就是放锅的内壁，存在少许的油污。谢谢他的这个监督反馈。我们这边的话，门店呢已经加强的这个内部整顿，然后我们后期会着重关注我们卫生这一块的。哦，那天那个客人是我接待的，他一来之后就四大厅里对我们的卫生进行了个检查。我们他台的话是用白色毛巾的，它是干的那种，再加上可能有白色的那种絮絮，顾客就认为是我们的灰尘。然后他现场会说的，就我找员工就用湿巾把那个菜架去过了一遍。其实也没有多少油渍，如果是牛油锅的话，我们现场会拿过去换一个锅圈过来的。是有排风口的那个嘛，它就是中间是小的那种缝隙，可能就跟我们自己家里清洁东西一样，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那个残留物啊之类的。可能就是个周六，刚好是个高峰期，过完之后也不是人多了就会有这种情况的。